全球顶级比赛正经，今天他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部落中途 XO，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阵型是来自全球锦标赛总决赛的第二天，是德国 Tribe Gamer 对战 STMM 的一场对决，也是 B 组晋级四强的关键性战斗之一。那么我们直接来看一下，进攻方是STM 的哈维克，然后防御方是Tribe Gamer 的啾啾23。那么德国队的啾啾也是来自蓝族坐镇团队的坐镇师之一，他这个阵型呢也是一个镜像对称的引导阵型，具备超强的引导性。那么进攻方使用的一个流派呢，也是一个坑曼加上女武神的陆军流派，进攻的思路也是非常的简单，清好两边主力走中间，清好九点跟六点方向，南王呢断开六点方向的外围的城墙，然后呢主力部队下在七到八点位置，由于七八点位置前方是两道城墙，直接保护了黑油塔没有受到攻击，此刻引出对方后面的援军。那么南王被吸引过来的时候呢，援军是两个哥伦兵人，拖延了他们的进攻节奏，此刻主力部队已经是完全走歪掉了。更匪夷所思的就是进攻方呢是没有采用攻城滚木车进行中间开路，所以说呢现在主力部队已经严重的走歪之后呢，又重新回归中间核心区域，但是进攻方第一个慢生法术投放的位置严重的错误，居然锁定住了天鹰火炮跟竹本，这样呢就导致主力部队失去了进攻的目标，直接是往12点方向去移动去进攻，这样就导致了他严重的走歪掉。接着第二个慢增法术更是雪上加霜，居然锁定住了天鹰火炮、竹本还有地狱塔这三个防御建筑，看到此刻的时候我真的替他着急呀。如果真正分配好这个慢增法术的话，是完全可以把这边的防御全部给打掉，先是处理掉这个天鹰，那后面再来处理这个竹本跟地狱塔，这个是完全够用的。但是呢永王带的居然是巨型火球，而且是最后才使用出这个大招，难道永王的永恒书卷它不香吗？所以说这个流派的配兵方式严重有问题，最后这位选手也只能打出一星 96% 的一个摧毁度。那本届的世锦赛呢也是有史以来打出一星最多的名场面了。那好的，那本期视频我们先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一键三连，拜拜。三连关注，点赞也行。